95加满。How's going, 各位？我们今天要去嘉义，开启新的滑板旅程。因为我们过几天要去台中，然后有新影片，拭目以待。不要跟我讲说他在睡觉。大老远从高雄来到嘉义，你跟我在睡觉。You gotta be fucking kidding me。前面不是有一条小缝缝？小缝缝。前面有一条那个吗？你说是哦，左转哦，是文雅街左转吗？我们看到谁了？未成年，请勿骑车。来抓他！哎，还带我走逆向！喝啤酒吗？是。那什么？我们家没东西。哎，不能这样啊！你拍到我，我一来到他们家就来干饮料。靠！谢喽。啊，我的，一来就干饮料。Oh shit！ 不要被发现。我不要早上喝酒。你的、啊、兄弟。嗯，懂我。你一定就是都是没吃正餐，然后随便吃什么咸猪鸡，然后乱吃，然后所以才会十二指肠溃疡。我们来到那个约翰家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在嘉义玩一天。我们等一下玩滑板应该是比较晚一点再去玩，晚一点玩吧。5点后吧。晚一点玩吧，不要那么累，不要那么累。对，然后我们明天还有别的拍摄行程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先跟我朋友去吃饭，所以我们现在在那边 take a break 一下。My God, kidding me? 笑死！有想我们吗？想啊！我感觉厉害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你知道他录得到我们声音？他录得到我们声音，因为声音在这里。哦，是他录得到我们声音。对，他录得到我们声音。所以摄影师很帅。这有开吗？摄影师很帅。这有开吗？十分钟喝完一个那个苏格登。是你自己做还是他们发的？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他。你可以打电话给他。谁做的？你做的。我做的。你可以打电话给他。所以他现在如果打电话会响吗？嗯，你打、啊。真的吗？0987654321。真的有这支电话吗？你真可爱。这电话至少五。你真可爱。我刚被我发现，然后后面。哈哈哈！看你现在飙仔，当时超飙仔。哦，休假你买卡都骗你哦。真的吗？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嘉义的湘湖滑板，然后我们载了一个那个赏缓，然后还有小黑。你鞋子怎么只穿一双啊？你鞋子怎么只穿一双？没办法、啊，你这双蛮帅。蛮帅，你知道哪里买的吗？随便联名吗？没有，阳明跟那个 Converse 联名。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Oh my pussy！ 你安全带请系上，谢谢。啊，不用系啊，这是嘉义市。干，瞧不起你哦！你哦，洗白。哦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What the？ 哦，干，抓头了！抓头，抓头！哦 ，G， 看后面，后面。What the？ 洗白路。我考驾照是汤姆熊考的啦。
跑起来，大家跟上。今天来到嘉义香湖公园，终于到我们滑板时间了。我来看一下这边我能做些什么。见证一些是滑板场的一些蛮夸张的画面，就是头一次看到，就是在告诉观众你今天做了什么滑板开心的事情。扭到脚，哦，他今天扭到脚，除了扭到脚呢？不多说了，看影片就知道。所以不要忘记订阅我，然后按个喜欢，分享这部影片。然后我们下个影片见 ，See you guys. Let's go.